是我们三立电视台哈、请的这个义正的表演啊，潘水啊，这个是一台是人更正报告哈、来三立电视台现场这个义正表演哈、谢谢。现场感谢哈、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我们孙友俊孙分局长，谢谢哦，谢谢您帮忙维护啊。所有的交通跟管制，非常感谢啊！今天这边特别啊，来感谢你，谢谢。掌声鼓励鼓励，感谢我们三立电视台赞助我们这个义正的表演哈，非常感谢所有漂亮的国乐老师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要经过我们感谢来的团队哈，是我们今天登记第62号的团队，这是新竹内天后宫哈，新竹内天后宫，等等等等，还有京剧的表演。抱歉抱歉，是来，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徐婉婷小姐哈，您的先生啊，在我们感谢台的左手边啊，在等您哈，在入关车左手边，徐婉婷，徐婉婷小姐，请到我们左手边入关车这边哈，您的先生在找您，谢谢，谢谢。
牛顿饼还是西道的？非常感谢由我们三立电视台所提供的这个艺圣的表演啊，这个太子的京剧啊，在我们今天整个绕境啊，中原奉祀珍珠绕境的活动啊，非常的有特色啊。那个你看，简单的一个动作啊，却是啊十年的功夫啊，并不是我们看到这么的容易啊。哇，谢谢！来，全场热烈掌声，感谢我们三立电视台所提供的艺圣表演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邀请我们三立电视台摄影团队啊，在我们这个感谢观礼台上面啊，来进行摄影啊，谢谢。哇，真的是台下一分钟啊，这个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哦，非常的不容易哦，非常不容易哦。在一个这么简单的场地啊，要做到这么优秀的这个表演啊，真的是要很大很大的这个精力才有办法完成啊。哇，现场的朋友，我们好好的用热烈掌声。哇，这个是最精彩的这个地毯动作啊，不得了不得了。这个是我的曾经的梦想，但是因为体重的增加啊，我离这个梦想越来越远了啊，越来越远。Thank you.
热烈掌声，谢谢。谢台前面啊，是由我们这个特技的这个火舞的表演啊。那在火舞的老师表演的后方哦，有五尊啊，看起来大家都会非常喜欢的神明啊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五路财神啊。这个活动是融合着我们五路财神他的所有的这个特技表演啊，非常的啊有历史有深度啊。谢谢谢谢。我们恭请我们京剧五路财神到我们的感谢台前方啊来做这个表演啊，谢谢谢谢洪老师，谢谢大家。祝福我们这个所有的京剧老师啊，都能够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哈。接着。